影片开始前，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吗？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资讯哦。OK， 影片开始 ，Let's go。来，猫王，猫王，你开麦。我这说话你能听见吗？哎，可以，你要把 YouTube 声音关掉啊。下一位。哦，这行了吧？可以。来，猫王你好，来，安安几岁？哪里人？安是什么叫60岁？60岁哦，上海，这位上海的大哥，来，上海的朋友，你想说什么？就是你刚才说那个，文化台独是吧？嗯，文化台独，然后法理台独。嗯，就是说，就算是他文化台独。也成功了，把所有的台湾人都给洗成台独了。嗯，又怎么样呢？嗯，台湾所有的台湾人都要求台独，他就能台独了吗？嗯，我原来我看过一个你和那个苏恒的一个访谈节目，嗯，就是那里头说这个台湾的人都想独，嗯，对吧？都想最好是合独。嗯，又怎么样呢？嗯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想娶林志玲。嗯，那你要想娶的话，你还得跟他林志玲老公打一架，对不对？嗯嗯。所以我就说，这个台独，这个独立的事情啊，嗯，在世界上有很多先例。嗯，你比如说加泰罗尼亚，嗯，爱尔兰，嗯，车臣，俄罗斯的车臣，还有美国。有成功的，有失败的。嗯，加泰罗尼亚90%的人，他都是赞成独立的。是，700年了。嗯，怎么样？没成功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个美国独立成功了，打了一仗。嗯，那是和英国人打了一仗，对吧？所以你说你要想台独，可以。你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我这边就应该，嗯，我这边就你们这个中国大陆就是侵略，嗯，那行吧，嗯，那这你就独立吧，嗯，你最后你要想得到一个结果只能是靠抗争，嗯，打出来的。所以说我就是说你不管你文化台独也好法律台独也好，嗯，你都做好这个，不管你前面再怎么洗脑，嗯，最后的一个本质的一个行为，想独立，要打仗，要流血，嗯，你像爱尔兰独立也是战斗了多少年啊，嗯，对吧？对，加泰罗尼亚也是发生了多少流血冲突啊，嗯，也是没有。是没有成功嘛，嗯嗯，所以我就是说这个，你本想通过这个洗脑，想通过大这个整个这个2300万台湾人那个同仇敌忾，嗯，然后就能够实现独立，嗯，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，嗯，这个蔡英文说台湾的命运有2300万人，台湾人。来决定，嗯，实际上这话是不对的，嗯哼，这个台湾人民是决定不了台湾的命运的，嗯哼，他决定不了台湾应该走成什么样，嗯，你比如说，假如台湾想独立，想在现在独立了吗？大陆的人都想武统，哎，14亿人武统。也没武统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这个决定，这个政治的走向不是由人民决定的。实际上，嗯，所以就是我就是说这么一个观点，文化台独还有那个什么台独都没用，是靠实力决定的。你要是有实力，你可以跟他干一仗，就像美国独立一样，嗯，独立了，嗯。那就独立成了，嗯，你谁再有理谁再没理，谁这个都
都不是考量的这个范围之内。你现在这个在这个岛内，就是台湾岛内，在这儿搞认知作战，然后这个煽动仇恨，拉这个仇恨，实际上对台独真正的独立是没，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任何影响的。嗯，这还是由靠双方实力决定的。是，你看看你现在手里头有多少实力能跟大陆进行对抗？是，靠美军，对吧？是，靠美军，靠国军，然后还靠什么？靠台积电。嗯，对。你台湾人都认为美军可以帮我们，你如果打起仗来，美军可以帮我们。对，我美军怎么帮你？一个是出兵，对吧？嗯，一个是援助。嗯，还一个是，制裁中国大陆，对吧？嗯，这要在这三方面能够发挥作用。嗯，我跟你说，美军是不可能出兵的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美军呢，在历史上，他从来就没有主动的介入一个和，就是跟他这个实力相当的这么一个，没错，这么一个对手跟他就打过仗。你看看美军从这个19世纪以来跟那个在海湾作战都有谁？日本、朝鲜、越南、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对不对？只有一个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对手，但是他是被动卷入战争的，对不对？其他剩下的都是谁呀？朝鲜、越南、伊拉克、阿富汗，那都是他就有把握可以把他给灭了，对吧？至少是刚才看的时候，这决定出兵的时候，给他可以把他给灭了，他得掂量掂量，我能不能打得过呀？对不对？这他才会出兵。你说现在中美的实力这么相近，我跟他拼了，有多少胜算？是，他不得考虑考虑？对吧？就是说，他历史上他是没有这个。没有这种习惯，就算是乌克兰、这个以色列，啊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美国呢跟台湾呢没有那么铁，没有理由为你台湾打仗。你说那以色列是美国的那个叫我们这边叫这个光屁股朋友。那以前的那个那是铁杆兄弟，对吧？乌克兰和拜登他们家有这个，乌克兰等于说是拜登他们家族的政治生命，因为他拜登他儿子的问题，对，乌克兰拜登必须和乌克兰站在一起，不然的话他后面他原来拜登他儿子和乌克兰的事情就翻出来了，乌克兰政府只要是这个把原来的一些老底都翻出来，那拜登现在他那个就 OK 就危险了，好，对吧？好，你这个谁有什么关系？你台湾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是，好，所以你好，喂，大哥，你是这想。接下个议题还是怎么样？差不多了，可以，差不多了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差不多了，那行，好，那咱今天就先说这么多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这个这个上海的大哥啊，谢谢你的分享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好，来下一位 ，Surprise。现在是工商时间，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荐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现在已经开了一个新的会员等级，叫做白金会员。那白金会员有什么福利呢？加入白金会员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，以及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群组，成为高级成员哦。那至于私房影片是什么，高级成员有什么福利，你加入就知道了。还不加入，赶快加入。